今天是公元2017年倒数第三天，12月29号晚上9点半多了一点。我们为了不打搅邻居，我们就唱这首歌来结束。我们很荣幸请到泰雅族的原住民公主，请您介绍您的自己要唱什么歌。各位亲爱的家人，晚上好，我是宇宙小天使罗玉芝，最后为各位带来一首《酒后的心声》，希望您会喜欢。好，这首歌是非常家喻户晓，我最喜欢孙运听成的的歌。啊。好。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再听一次，不行，你这扫兴。我想清唱。